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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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大陆来的诸位尊敬的法师，大陆来的诸位尊敬的护法居士大德，香港的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以及发心的义工，大家阿弥陀佛。这一次来香港讲课的这个因缘，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流通处，那么刚好呢是新加坡演讲啊，那么结束，因为新加坡请师父去演讲三天，每天呢大概有12000人，那么这个香港呢，因为开了流通处，没有人认识，那么所以呢，我就决定，本来要去印尼的，缅南印尼的，我看看呢、啊，还是来香港啊比较好。所以就这样决定来香港。诸位啊，有的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大陆的黑龙江或者南京、天津各个地方都有，师父呢很感动，诸位求法心切，今天要虔诚灌注，好好的体会佛陀的每一句话，在刹那之间即见永恒。什么叫做大彻大悟？就是一刹那间即见永恒，开大智慧的人，于一念中即遍满一切智慧。什么叫做大彻大悟？了悟万法生灭，虚妄的假象。体悟到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增加过任何的东西。当我们面对死亡，消失在这个世间，我们也没有失去过任何的东西。什么叫做大彻大悟？了悟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因为缘起就是性空。一等事邪直虚无显，没有任何讨论转换的空间。但是因为有的人说，今天呢有的是初学佛法的，师父你要讲浅一点，否则会跑掉。
有的人说，师父你要讲有一点水平的，要不然人家不知道你的势力。啊，有的人讲你要讲中间的，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那这样怎么讲呢？到底要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下手呢？我在台湾啊教了20几所大学，水平都一样，教起来得心应手，怕的就是今天这种状况。有的读到博士，有的年纪80、90，走起路来还要人家牵着，有的人不认识几个大字却很有善根，问题就来了，各种根气啊都存在。所以今天这个演讲算是高难度。那因为我们啊这里呢，因为不是很熟练，所以请示的意思也没有就是简单的了哈，像新加坡那个请示的意思呢，钟鼓齐鸣啊怎么样，在这里呢没有人请，我就自己来，反正前面也没人后面也没人，哎，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啊，这没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办的吧，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简单的仪式啊，最重要的是内容。世尊说，身为一个人，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只有一种工作要做。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只有一种工作要做，四个字：提早觉悟。你什么时候有碰到佛法，就有这个机会啊，就有这个机会觉悟。没有听到佛法，不是不幸，是大不幸，生命中的大不幸。活着也不晓得在活什么，整天想唱歌跳舞，要不然跑到香港大街小巷 shopping， 哎，不知道在活什么，生从何来不知道，死往何去也不知道，现在烦烦恼恼也没办法解决，硬是把自己逼得快发疯，有的搞不好就自杀。佛法的可贵之处在于解决生命宇宙深奥的问题。告诉诸位，科学最究竟之处是在心灵，不是物质。无论科学家怎么发明放大望远镜，看不到这颗心；无论生物学家怎么发明显微镜，也看不到这颗心。唯有伟大慈悲的佛陀，以无比的勇气智念证，哦，原来法界就是心，心就是法界，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如来之即诸法如意，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顿悟到这一念，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大般若心。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大般若海。我去新加坡第一天讲业力的探讨，第二天啊讲如何转世称智，第三天讲明心见性。在香港呢，我就命一个题目呢叫做皈依仪轨。我们呢、啊、这个
流通处的负责人啊，说我啊太偏心，新加坡的题目那么好，香港的题目啊，弄个皈依仪轨，那皈依过的人呢就不想来了。师父啊，你再命一个比较震撼力的啊，那我就啊，好了，那就命个大般若海。啊，反正法法都是般若哈，处处都是智慧哈。佛的心就是大般若的心，在座诸位每一个人都存在。要大智慧如海，叫做大般若海。诸位啊，没有智慧会活得很辛苦。举一个例子吧，前一阵子台湾呢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对男女啊谈恋爱，谈得很热络，就后来呢这个男的啊发现这个女的啊行为不怎么检点，坏习惯很多，讲话尖酸刻薄，哎，这个男的呢就提议说我们分手吧，这一定啊嗔恨心。后来又发现呢，这个男的呢外面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就妒火上身了，全忘记了，全部都忘记了。这个女的呢就去拿钱呢去请一个杀手，杀手啊怎么样，拿了那个枪啊找那个男的算账，本来要置他于死地的，结果一开枪开偏了，没打到心脏，打到腰椎没死，但是呢更惨，从此以后残废，坐轮椅，医生说一辈子站不起来，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子，他本身提了一桶硫酸跑到那个新交的那个女朋友，等他不注意的时候，全部的硫酸扑上去，彻底的毁容，彻底的毁容，怎么补都补不过来，是怎么样子全部面目全非，补不过来。后来呢警察就抓起来，抓到那个开枪的也把他抓起来，抓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悔意，我就是要看他残废，哪一个人敢抢我的男朋友我就毁掉他，一个念头，四个人的前途通通没有，一个念头啊。他本身被抓起来判无期徒刑，那个杀手被抓起来判死刑，后来又减刑判无期徒刑，重判也可以上诉啊，两个都判无期徒刑，男朋友残废，女朋友面目全非。师父举这个例子是告诉你，一念之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所有的决定跟前途，开大智慧就是这样子掌控这一念。如果他今天学佛，对不对？学佛，
那么他提一分开，我们佛弟子就会观想啊，咱们没缘嘛，是不是啊？你也不是长得很英俊，我再去另外说不定交一个更好的男人，对不对？啊，一念的哎，这个智慧他就可以解开来，他不是要分手就置你于死地。哦，这个女人可不好惹。这个哈，我是讲外面的啊，路上在走的那一些哈，不是讲你们哪敢这样子哈，不会的啊，来这里都是佛的好弟子哈，那不会有这样嫉妒心的哈，生存是很残酷的啊。好了，再举第二个例子，前面是一念之间就全毁了。有一次我到台大去上课，有一个呢刚刚往准备要往生啊，上完课第二天他说请师父加持，说好去跟他看一看。哇，那很严重，那整个肚子全部鼓起来，癌症啊，那种痛苦啊没有办法形容，家人也放弃了，医生也没办法了，他平常也念念佛，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信心，念念念念，常常把头抬起来就什么都没看到，想看看阿弥陀佛就什么痛都没有，也没啥信心。这个时候啊，他老婆啊也无能为力了，就求助于师父了，我就去了，一看快失去正念了，也不想念佛，没啥信心了，反正肚子鼓了这么大，他痛苦的没办法开口，我过去啊就跟他安抚啊安慰啊，说啊佛从不误人，你现在很痛苦我可以体会，不过啊这最后临终这一念可是无比的重要啊，不能失去正念啊，对佛一生一世啊这样有信心啊，你命中有这个苦啊是自己的业障。我就跟他讲，你跟我念，你命中很痛苦啊，是你跟我念，我要往生，念，哎呀，我要往生，大声一点，我一定要往生，他讲，我一定要往生，他就一直鼓励他，要继续念，因为什么都念不出来啊，就通通快失去正念了，要稳住啊，啊，痛到没办法了。我就赶快跟他家属讲，赶快打麻醉药，麻醉针，你痛的实在没办法。他说：“哦，师父啊，这麻醉药打下去，这脑筋啊就止住啦，麻醉啦。”我说：“我没有叫你打脑筋啊，我叫你打下面这个痛的这个地方啊，脑筋要保持意识清醒啊。哦，赶快叫医生来。哦，医生请过来打了一针。”比较不痛了，稍微控制一下，因为整个都快爆掉了。念我要往生，提起来，那西方三圣给他看，记得这三尊来才跟他去，哇，这点头记得念我要往生，我一定要往生，我决定要往生，下定决心，然后断气了。哎，也断气了，也断气呀。他平常啊那癌症啊整个脸都是黑的，没有什么营养啊的，这个断气以后呢开始助念，有一念的信心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产生了。往生以后啊，他整个脸呢、啊、全部都是转红色的，那个身体啊医生看了又病了很久了，有点僵，可是这个一助念加持以后
经过了12个钟头，全身都是柔软，24个小时以后闻到香味。哎呀，他们这个家人啊，是看到师父是感恩的不得了啊，赞叹啊，跪啊，顶礼啊，就包一个红包。我说我来不是为了这个的哦，你就拿去吧。他就又拿过来，经过了一番挣扎，还收了，没办法了。你们，做法师啊，也许有时候也有一点无奈哈。哎，你说不要嘛，他是硬要，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啊。不过我想啊，替亡者做一点功德，也就给他收下了。啊，因为我们吃的很少，我们生命都在布施的哪，看这一点点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呢，用心良苦。前面一个例子是一念之间毁了4个人，后面这一念是在临命中的时候有善知识现前，坚定信心往生极乐。注意，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事业成功，也可以让你事业失败。一念之间可以让你往生净土，也可以让你下三途下地狱，看你发什么心。是贪心，是嗔恨心，是愚痴的心。在座诸位啊，今天呢，大陆啊，佛弟子来了700个以上，这样求法的心，师父啊，告诉大家，在座诸位决定往生净土，无所障碍。就凭这一念坚定、如如不动的心，对佛、对净土深信不疑的心，绝不动摇。学佛法。要有强烈的企图心，跟干大企业一样的，要往生净土，强烈的企图心，师父讲过，强烈的正念，到临命中的念头起不起来了，提不起来了。哎，佛法，如果你不体味佛的心是什么，那你没办法修行。大智慧的心就是佛的心，它能够照彻天地万物，都是生灭缘起的假象，无一法可得。简单讲，你今天所看的众生执着认为实在的，在佛的大智慧看来，那只是虚妄的东西。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世间我们暂时来到这个世间，用一用，眼睛一闭，啥都不是，也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有聪明智慧的人，赶快学佛，是不是啊？要么求快乐，我们书读这么多，我们怎么不知道世间的快乐是什么啊？是追求什么叫做快乐？所以佛都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快乐是什么。快乐来自一颗宁静的心，莫向外求。我们这颗安详的心，这颗宁静的心，这颗大般若心，就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要开大般若心，当然要了解佛了。那佛是什么呢？是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哦！我们修习佛道的人不能忘掉这一句话。什么叫做佛？佛就诸法如意，万法毕竟空。证悟到万法毕竟空，见一切相，当体即空。能透视他，同时有能力扶住烦恼，最后能断烦恼，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清净自性。
有一些修行人，他每天都念佛，我们赞叹；诵无量寿经，我们也赞叹。我们都赞叹。他讲了一个理论，除了一句佛号、一部无量寿经，他就说其他叫做杂修，我们念佛叫做专修。我的讲，我说你讲的真是好。这问题来了，你那个杂修跟专修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专门念一句佛号，那么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念念弥陀经，就进入专，就这样子啊，就是什么都能 不要看，也 不能看，就是这样叫做专。那我说那你的杂修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杂修就是诵很多经典啊，啊，专修就是进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了。这慧立师父，那你的专修跟杂修的定义是什么？我说我的定义跟你不一样，妄念不起叫做专修，烦恼不生叫做专修，一切法无生叫做专修，如如不动叫做专修，妄念一直起来叫做杂修，烦恼不断叫做杂修，诵一切经典不知其意叫做杂修。定义不太相同。我们今天不管诵哪一部经典，都是佛讲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四法平等无有高下的用心。诸位，中国佛教八大宗派没有一个宗派能离开般若的智慧而修行有所成就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开大般若智慧来念佛、来诵无量寿经是很重要的。师父也鼓励人家念佛，也鼓励人家诵经，但是你一定要开大般若的智慧，念佛才能专，心才能定啊。所以祝福大家修行有所成就，能坚定不移，深信净土。开大波的智慧的人，一念之间即遍法界，法界就是这一念平等的心性，没有增，没有减，没有来，没有去。真正一个悟道的人，见一切相，透视他的虚伪，虚伪相，了悟他是生灭变化无常的，他没有真正的快乐。佛陀说千万不要随着你的感觉起舞，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千万不要着于世间缘起的假象，因为那是毕竟不可得，那不是真实性的东西。有一次佛陀在恒河旁边说法，正在说法的时候，有一群猴子啊，在恒河旁啊，看到水中呢月亮，很多猴子呢看到水中的月亮啊，天上的月亮映在水中，许多的猴子啊就下去这个捞，要准备要捞起这个月亮，捞起这个月亮。水中的月怎么捞得起来呢？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执着于五欲六尘，就像这一群猴子，他想尽办法要把月亮捞起来，就是我们世间人想尽办法要快乐，可是却带来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因为我们不懂得快乐是来自一颗智慧的心，我们把刺激，短暂的刺激，短暂的享受当作是快乐，因为是严重的错觉，
他没有正觉的思想，没有大般若的智慧。所以众生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我们不要去恨众生，也不要去轻视众生。哪天有一个因缘具足了，我们要去度他，要去度他。金刚经里面讲，离一切相，即命诸佛。修行你一定要掌握到那个重点，你修行掌握不到重点就坏了。他要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冤枉路。这个法师来讲净土待业往生，有信心。明天禅宗的禅师来讲即心即佛，有信心放掉净土。后天呢，即持戒的来讲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好，放掉净土禅。在后天呢，密宗的活佛上师来讲三密相应，即身称佛，那更快。前面放掉，你学这个华严呢来讲一真法界，这个好。天台来讲一思相，这个好。唯识讲大圆满净智，这个也很好。那糟糕了，就不啥啥。做居士有时候也很可怜，就是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啊。八大宗派啊，小圣两大宗派，诚实跟具色。但是诸位，有一宗是八大宗派，包括小圣二宗，通通要修的，就是这一宗大般若。没有一宗不开智慧可以成就的。开大智慧，这个是最重要的。怎么个开大智慧呢？离一切相，即命诸佛。看到一切相，记得不要离开当处，了悟透视他是虚妄，不实在的，不是永恒的，彻底放下。重复训练放下，叫做修行。千万不要被假象黏住，黏住就死执不放了，死执不放啊！一般众生就是这样子，因为不懂正法，自己也没悟，人云亦云。人家讲诵弥陀经很好，每天都诵弥陀经；诵地藏经好，每天都诵地藏经，也没开智慧。有一个婆婆诵地藏经，很喜欢念地藏王菩萨，结果呢没碰到善知识，听问一个老比丘尼。这个老比丘尼以前结过婚，儿孙啊都长大了，才去出家。大致认识不了几个字，经教不通，是很有慈悲很善良的一个老比丘尼，但是没有法。要一文解义，刚好啊，这个婆婆啊很不幸，问到一个他看这个，师父啊，请问啊，地藏王菩萨地藏经啊怎么诵啊？他跟他讲，你要诵地藏经啊，
要凌晨两点起来送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凌晨两点才上班。哦，这是还打卡的哦。他说：“哦，问他说，师父，为什么地藏王菩萨都是凌晨两点呢？”他说：“你不晓得，地藏王菩萨是管阴的呀，不管阳的。”我说：“嗯，很有道理啊。”回去每天就念地藏经了，凌晨两点起来。这个婆婆啊，念的那个老伴啊，快发疯了。凌晨两点了，快冻僵了，他起来就送地藏经啊，念念，可是念念呢身体不好，怎么样呢？嗯，白天睡到12点，差不多嘛，跟晚上加起来念完睡到中午12点，这样也差不多，睡的时间也差不多，也不是怎么个好啊，是不是啊？哎呀，这个婆婆呀，这个越念啊就越怀疑，整整念了3年4年始终找不到答案。对呀，这地藏王菩萨凌晨两点上班，我要赶他上班了。嗯，哎呀，后来呀，人家讲说，哎，你呀、啊，看你这样不对劲哦，身体不对啊，日夜颠倒、哦，你最好去问一下慧力法师哦，你去问问看哦，你这样对不对哦？这个婆婆就捧了一部地藏经来了，哎，哎呀，跪拜呀，非常虔诚呐、啊。善良不代表解脱了，善良不等于解脱了。好了，来了，哎呀，请问回礼大和尚啊，我这样凌晨两点起来诵经啊，这样对不对哦？可是我念好像很烦恼，身体越来越差。我说谁开示的？他就哦，哎，那个老尼姑，不成比丘尼，哎，老尼姑啊。叫我要这样子啊，应该这样念哦。我说你为什么要在凌晨两点呢、啊？那个老尼姑说啊，凌晨两点啊，地藏菩萨才上班呢、啊。我说啊，你有一天如果白天死了怎么办？没有人接引。说哦，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白天死了怎么办？对啊，白天死你怎么办呢？地藏菩萨没上班呢，不晓得薪水多少。我还问问看地藏菩萨，你一个月的薪水到底多少？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现在的信徒啊，说幸运很幸运，就是碰到佛法；说可怜也很可怜的，没碰到正法。这些法师呢，有的懂一点点嘛，就这样子直接跟他解答，他就盲修瞎念的跟他走，就修了烦烦恼恼也不得成就，就是这样子啊、哦。讲这个例子啊，我们没有意思说批判哪一个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用意啊很简单，就是修习佛道你要有正知正见，不能再向上打转，用大般若的智慧，大般若的智慧你要看清楚，要有正知正见，大般若的智慧，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时间空间在哪一种状况是修行的最佳状况，你要用一点智慧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知道吧？你有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他也有他的时间，他的空间，要用般若的智慧自己调整，自己调整了、啊、没有般若智慧就很糟糕，而且会误会了佛陀的本意，误会了佛陀的本意。这个体会错误啊，是很糟糕的。有一对父子啊，智慧不是很高，有一点低能，有一餐没一餐的流浪。后来有一天呢，身上有几个铜板零钱。那个儿子说啊，爸爸我口好渴，说好好好，拿几个铜板去那个自动贩卖机啊，自动贩卖机知道吗？啊，投了硬币汽水自己跑出来的，哎，
跑出来了。然后呢，这一对父子啊，就去投硬币，肚子很饿啊，也没什么钱呐、啊，口又渴啊，好，先喝两瓶汽水，投铜板下去，汽水跑出来了。这个儿子啊还不错，认识几个大字，汽水拿起来一看，喝汽水前请先摇一摇。他说：“爸爸，喝汽水前请先摇一摇呢。”他爸爸说：“哦，来来来，咱们呀，来来，汽水放下，放下啊、哦！他们就把那两瓶汽水啊，放下来，放下来，放到自动贩卖机的前面啊。哎，儿子啊，上面写什么？他说写喝汽水前请先摇一摇。哎，汽水放下来，两个人就这样。”开始摇了，啊，这就开始摇了，哎，啊，那儿子啊也是开始摇了，哦，爸爸，哦，喝汽水前要好好就摇大力一点，哇，这，摇了很累了，儿子比较没体力，说，哦，爸爸，我们摇很久了呢，我们口好渴呢，可以喝了吗？他的爸爸说，哎，可以的，可以的，就打开这个汽水。汽水都是这样声音啊，打开了，喝了，他的爸爸说了一句话，说：“哇，摇一摇真好喝，因为口刚好很渴了。”哎，他跟儿子啊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说：“儿子啊，以后你喝汽水记得要摇一摇。”哦，他儿子以后拿到铜板啊一头啊，汽水跑出来，每次喝汽水就放着就开始摇了，啊！每次觉得，哦，真好喝。这个厂商啊，还真细心呐、啊。喝汽水前呢、啊，要先叫我们摇一摇。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儿子啊，就跟他爸爸讲啊，说：“爸爸，我没办法喝汽水了。”他说：“爸爸问他，你为什么？”他说：“我腰啊扭到了，没办法摇了，汽水喝不了了。”这个叫做体会错误。你们不要笑，你们现在就是那里一对父子。看大藏经呢，自己看自己解读，自己认识，用自己的意识心要去体会佛的心境，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样设什么善知识呢？是不是啊？体会错误。有一个小姐呢，戴了一顶帽子，骑着摩托车，骑着摩托车要去加油，你知道吗？要去加油，这加油站到了，跟他说，刚好来了一阵风，帽子飞走了。这个加油站，他说，哎，先生，跟他加油站的先生讲，先生，你帮我加油，我去。捡帽子，知道吧？那个加油站的先生啊，就把那支枪啊放下来，放好，他就跑过去。加油站的那个先生就在旁边喊：“加油，加油，加油！”哦，来，加油！他跑去了捡那顶帽子回来，说：“哎，我叫你加那油，是啊，你叫我加油，我叫你加这个，你帮我加油。”叫做体会错误，体会错误啊！诸位啊，不要笑，你们就像那一对。我不会，哎，我不会这样。我看到那瓶汽水，我就会摇一摇，我会摇汽水，不会扭腰的。体会错误啊，那很严重啊。好了。简单讲，修行要开大智慧，才不会错会错误的体会佛的心境是什么。所以要听经闻法。缘起法有五种，第一个
叫做业感缘起，第二个叫做阿赖耶缘起，第三个叫做如来藏缘起，第四个叫做真如缘起，第五个叫做法界缘起。啊，这个佛弟子啊，简单的这个缘起法要了解。所谓业感缘起，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善业感得善的缘起，恶业感得恶的缘起法，叫做业感缘起。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简单解释。第二种叫做阿赖耶缘起，这是唯识觉、唯识学开展出来的，承认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各有各的种子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申论，叫做阿赖耶缘起。第三个叫做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这个如来藏缘起啊，就是分染跟净，净了就是四圣，染了就是六凡。再来就是真如缘起，所有缘起法都不离现前当下这一念真如自性，凡所有相就是如如不动的心性，真如缘起就是真如自性随缘起法显现，就大彻大悟的。随所念来无不是道，无不是自性，随所念来都是本来的面目。第五叫做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就是息息相关，这个地球跟太阳息息相关，太阳系呢跟银河系呢息息相关，银河系跟超星群系呢息息相关，超星群系跟整个宇宙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整个宇宙就是一大缘起，环环相扣的缘起啊。我们呢，整个宇宙就是业力之王啊。业力，什么叫宇宙？宇宙就是业力之王，所有众生的共业所感的世间，所支持的一个世间，它就像一个网一样，网一样啊，业贯穿了我们的生命，业贯穿了过去，贯穿了现在，贯穿了未来，我们一直在轮回。佛陀告诉我们，业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其一切都是借贷的，除了业以外，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就是业。我们就是随业而转，业来自于迷惑，迷惑就是无明，所以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的。一切众生都是作茧自缚，就像这个蚕啊，吐这个丝啊，一直困住蚕啊，吐这个丝，我们现在就是蚕，贪吐了一个丝困住自己，嗔恨别人，每天都嗔恨别人，吐了这个丝困住自己。佛陀告诉我们，嗔恨别人贬低了自己的人格，嗔恨别人就像烧掉一栋房子只是为了赶走一只老鼠，嗔恨别人伤害的是自己，
我们不知道万法唯心现量，不知道万法都是心引现出来的，我们的大不涅槃极静的大海其实是无一物无所住，而我们不明了这个道理，我们眼睛看到耳朵看到的不管看了什么通通矢志不放不会转。有在台湾呢，有一个50几岁的女居士，一个50几岁女居士，她的老公啊外面呢有外遇，哎呀，他这个念那个佛啊，就是念不下来，那个《金刚经》啊，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哎呀，这个相就是没办法。哎呀，他跟他一起呀、啊，哎呀，建立这个家庭，生了这个儿女都长大了，在外面的搞女人，这一招怎么诵经就是定不下来哈、啊，放不下。他说：“哎，你。”红禅大哥跟女居士说：“哎，你这样你会死掉啊，你快死掉了、啊，你把逼得自己快发疯了、啊，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嗯，好，那有一天呢、啊，说：“哎，你赶快去请示师父吧。”哦，这个居士就来了，哦，也是哭。哎，我说你学佛几年呢、啊？他说我学佛10年呢、啊。我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我跟他一起创业，吃了这么多苦，然后在外面呢、啊，女有女人，我是不能接受。我说你能不能转一个念头？啊，要怎么转呢？你是不是要好好修行？是。你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是。我说那不是更好吗？他去外面有人取代，你不是更有时间念经吗？回来也不用麻烦，睡到一半。你也不要应付，对这个很好的呀。这我说你这傻瓜，你英文叫 you are foolish 了 ，very 笨呢、啊，就 foolish 了，这个叫这笨呢、啊、一次。哎呀，这个好的事儿是不是啊？外面有人期待，你又不需要应付，哎，也很好啊，就这样。睡到半夜也。也没有什么杂事发生，很好了，哎，好。我说你现在观想啊，你老公出租，人家汽车有出租的，知道吗？出租，一心念佛，哇，这个一转这个念头，也不一样了。后来她老公慢一点回来，那老公打电话回来说：“老婆，我慢一点回来啊，你慢一点回来，慢一点回来。”她正在诵经。那她老公也打电话啊，哎，老婆，我今天呢12点半，你最好不要回来。我现在是听了师父转念以后，哇，他那个心境不一样了，心境完全不一样了。哎，家庭好了，他自己也不哭了，转这个念头，转这个念头。哎，有的人呢、啊。佛法学了不少，可是呢，很痴呆，转不了那个念头，啊，转不了那个念头。我们现在学佛就是这样的，转念啊，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我有一个徒弟啊，也是体会错误。我说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我这个徒弟啊，比丘啊，常常跟人家吵架，大家都搞得不是很愉快，个性强硬，相互不了。有一次啊，跟人家吵架，正要大声的时候啊，人家对方跟他吵架，跟他建议啊，他讲师父讲。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你改变我，你改变你就好，别想改变我。我说哦，哎哎哎，哎，师父是这样讲吗？我这个体会错误真的很糟糕，嚯、哦，这个很麻烦呢，刚好颠倒。
这样不行的，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哇，这个智慧是很重要的。啊，有的人呢、啊，年纪太大了，哎呀，讲那个事情啊，我们也不方便讲啊，他又听不懂。有一天呢，有个人、啊、来打八关斋戒，打八关斋戒呢，他很苦恼，可是不问又不行。他就说问了、啊、师父，师父，啊，我家只有一个房间呢，啊，你八关斋戒不能睡在一起同一个房间，那、啊、怎么办呢？啊，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呢，啊，有上下铺呢，师父。啊，我受八关斋戒，啊，我爱人，我老公也不受八关斋戒啊，那同一个房间，犯不犯戒啊？啊，因为年纪很大啦，她七十了，她老公75啦，我就问她，就说，啊，你们晚上会不会发生车祸？她就说，啊，我家住三楼，车子怎么可能撞到三楼？真拿他没办法，这、哎、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我们是个很矜持的比丘，那也不方便讲这一方面的事，他又听不懂。啊，后来我说你能不能体会一下？就是，那就是，哦，我知道了。哎，我老公啊。那辆车75了，我这一辆啊70了，也差不多拖去汽车修护厂了。师傅永远不会发生车祸，也没有体力发生车祸。完了，我说好，那好了。哦，那好了，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嘛，是不是？点到为止就行了啊。而且那行啊，因为时间空间不一样嘛，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做啊？佛法有善巧方便吗？所以说你有智慧就得自己拿捏，自己拿捏。哎，有一对年轻人，我就反对他这样做了。有一对年轻人啊，他就是来受八关斋戒，来受八关斋戒的年轻人呢、啊，啊，说师父，哦，我们夫妻一起来受八关斋戒，可是我们很穷，只有一个房间。那我们的床铺啊，中间画一线，画一线，楚汉相争啊，我们现在和平相处啊，要不要紧啊？我说不成。你几岁啊？他说我30，那你呢？我25，那不行。哎，睡到一半，东边会跑到西边来，西边跑到东边来，那他25岁，你30岁，是不是？那不行。哎，这个时候就反对。那75了，量你也不敢。啊，行啊，行。哎，行啊，没问题啊。哎，这年轻啊，不行。是这个时间、空间、因缘，一定要拿捏得很准才有办法。啊，好了，我们活着的时候啊，更需要快乐。啊，更需要智慧，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能令灵魂啊喜悦。诸位，吃饭能让身体健康，智慧能令心灵喜悦呀、啊，喜悦呀、啊。哎，这次啊，我就对这个来，我们租这个场地哦。一天港币我不会算，一天台币啊，20万呢、啊。音响怎么样不算，20万台币，港币大概5万哦。这个都是阿玲出的哦，都是林师姐出的哦。我们要跟林师姐鼓励一下。像这样子，他就很有智慧了，非常有智慧。哎，法的缘起就掌握，握出。啊，他先生的 Michael 又开会啊，又做大会的主席啊，召开会议。我们要跟 Michael 鼓励鼓励啊。哎，你们在这里听听经啊，很轻松啊，
这些少数的工作人员是忙翻天呢、啊，忙翻天呢、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大陆的佛弟子啊，一直啊，师父啊，你怎么不来大陆看看我们呢、啊？啊，我说我跟他讲，行，你到我就到。哎，他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你到我就到，这清净之心没有来去嘛。你回去长春我就到，你心中有师父我就到啊。他听不懂这个意思，我说你到我就到。生死涅槃本身就没有距离，法界虚空尽是佛，法界平等的东西，是不是啊？于自性当中显现啊、哦，所以万法还是缘起的，缘起千差万别，还是平等的法性。万法还是要看缘起的，啊，强求不得，勉强不来，啊，这般若的智慧能令我们灵魂喜悦，是今天诸位来好好的听经闻法。我们人生就像伸缩的喇叭，你不用力吹，便不会有声音出来。啊，你们看过那个喇叭吗？不。不不啊，要喇叭就这样子啦，是不是啊？啊，或者不哇，喇叭用力吹啊。人生就像一只伸缩的喇叭，你不用力吹，便不会有声音出来。简单讲，我们也是一样，佛性被埋在烦恼里面，就像金矿被埋在深山里面。诸位，你不开采出来，你不用功，你不琢磨，不修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告诉诸位，修行它是重复的训练放下，你知道吗？重复的训练放下。